老板，老板，给来份你的狼牙土豆。哎呦，好高啊！啊，是个美女，来给我做一个狼牙土豆，谢谢。那你要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，辣的。哎呀，这小美女啊，特别漂亮。给你重新炸。哦，你们两个美女合作？啊，对。哦，你们是姐妹吗？哦，这是我姨家的。哦，你姨家的。啊，对，这是姐姐。啊，表姐。啊，表姐好。你们能有多大年龄啊？啊，我们18了。啊，我19。啊，叫哥哥就行了。叫哥哥。对，叫哥哥就行，叫哥哥就行。你就不要笑，我就真的19嘛。啊，好。哇，这小炉子好小啊。对呀，没有酒精块。哦，就用酒精块是吧？嗯，对。啊，这一天一天，这一份多少钱？啊，6块钱。哦，好便宜啊。嗯，对。那这一晚上你们卖不了多少啊？我发现了。嗯，对。是吧？定量，感受一下。你们，我想问问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们是大学生吗？是暑假是吧？啊，暑假，我们开学大一。啊，开学啊，你现在是高中生。啊，对。啊，我刚大学毕业，所以我19岁，我念书比较早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真19，真19，真不能撒谎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好。好像是个油温禁区，它有点。嗯，它要这个小火慢炸吗？要慢炸是吧？脆的。哦，慢炸，炸的脆脆的是吧？对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看，哎，这样你到大学也可以去经营这门生意，把它变成连锁店。可以。到时候这样，你跟我联系，我帮你去打理。嗯，好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是吧？谢谢哥哥。挺好哈。挺好。哇，这个要等一等啊，要等一会儿。要等一下，好吃的都要等吗？对对对，好吃的都要等待是吧？要有耐心啊。我记录个全片啊，我看看这个狼牙小土豆，让你们看看这么吃一个狼牙小土豆得多久。这个也得炸得脆脆的吧？嗯，炸得脆脆的。炸得脆脆的哈。哎，有点甚是有点。你们这不是开学了也干不了几天了？嗯，对，过几天我们就不干了。过几天就去上学了是吧？对。哎，祝你们学业有成啊！谢谢。啊，像我一样早点毕业，19就毕业。我们在这儿整整玩了2小时了啊！好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看，这个我感觉什么还是应该是热的了。是热的。是热的啊！热气都腾腾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好嘞，狼牙土豆。这小姐姐也不容易啊，你看这多好啊，寒假啊，不是暑假，帮父母，你看还能解决这个学费问题。我当年读书的时候，我也是一直做那个勤工俭学，所以非常理解他们。一旦碰到这种小姐姐们在外边做小摊，我一定会支持。你都家你怎么做好吃你就怎么来，谢谢。要辣的不辣的？辣的。这是小香肠是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这好迷你啊。那再来点小花生。小花生。哎呀，吃脆。吃的脆，嘎嘣脆是吧？加点醋吧。哦，加点醋啊。嗯，还得酸酸辣辣。对。哎呀，另一个脆，你看这多好。这是孜然。孜然。啊，秘制料，这是个秘制料，我看出来了。这个是有点辣的。有点辣的。有点辣辣哈。这个是也是秘制的啊，都是秘制的。这你自己调的吗？对，自己慢慢尝的嘛。哦，你大学报考的是厨师啊？啊，不是。啊，不是。嗯，是航空。航空啊。嗯，空乘。哎呀，空姐到时候卖这个炸薯条这喽。老得劲儿了，哦，这是加什么？这个是甜面酱。啊，甜面酱。对。哇塞，你看，空姐，这我这是空姐做的这个狼牙土豆，这应该是狼牙土豆的天花板了。哎，太棒了，你看太有感觉了，你看。香葱、香菜、辣椒都要，你就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。怪不得我看长得这么高，一站起来当时让我有一种压迫感。还得给加上，里边还有2、3得8个花生米。这花生可脆了，可脆了是吧？也是你自己炸的？嗯，自己炸的。哦，那你不去学厨师，你可惜了，做啥空姐呢？本来厨师行业最需要你了，你非要去做空姐，空乘他不一定需要你啊。他需要我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真的你选错行业了。你做厨师，我觉得就是未来厨师界的这个希望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谢谢。来。谢谢。哎，我给你唱2个，2个人嘛。啊，2个人是吧？我跟摄影师。好嘞，好，谢谢。给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来，让你跟你的这个合个影，你看多棒。今天吃了一个这个叫狼牙土豆的天花板啊，咱试一下啊。你看里边还有这个小香肠，这样2个香肠试一下。嗯，纯淀粉肠，但凡有一点肉我就不爱吃，就这味儿。来，土豆。我负责任的讲，土豆熟了，真的。它是本身把土豆本身已经是煮熟的土豆，它就放油里边啊，再给煮一煮，油里边是煮一煮啊。小姐姐说它的花生特别脆，这是真的。它应该是这个配方呢，肯定是有人给它的。
就是做的味道还可以，除了那个油温低了一点，其实都挺好，可以尝一尝啊。我们今天在巨野为巨野的美食点赞。